同志们啊，什么是好的投资？什么是烂投资？好的投资呢，就是你投完资以后，你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废人了。那烂的投资呢，也差不多，就是你投完资以后呢，你基本上会被干成一个废人。好的投资，比方说你投资比特币，你基本上退休了，天天就等着分钱就行了，钱花也花不完，你不就是变成一个废人了吗？烂的投资呢，也差不多，也是比特币，你高价买的，天天跌成屎了，天天操心，费时费力，基本上把你干成一个废人了，都是废人。